就一分钟，我是一个知名网红，我叫小马哥啊，我叫别动，我是一个我叫小马哥，今天就互动一下啊，然后你就说你喜欢，就是我今天看到你就是说你身上有这个特别漂亮的花花，你特别酷爱这个东西是吗？是不是？还好是吧？然后那个什么，今天我们在设计一个五一劳动节的一个节目，叫做什么呢？叫做就是说五一节你劳动吗？平时间你喜欢就是做家务这些吗？还好啊。还好是吧？家里打扫吗？家里打扫。然后那个平时间就是说你算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动手的人吗？就是说在家里面就是说洗衣服啊做饭啊就是或者等等等等都是靠你自己。男朋友这些做不做呢？没有男朋友呀。啊，没有男朋友吗？哎，好巧的，我握个手。其实我也没有女朋友。你长得特别的漂亮。谢谢。特别的漂亮。我能看一下这手踝关节这个东西是什么吗？这镜头拉近一点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哇，好漂亮啊，好漂亮。然后我就进入主题吧，我跟你不墨迹了。然后刚才这是两个是我的搭档，今天我们在做一个游戏，就是什么呢？就是 PK， 我们输了找一个女生，我要大喊三声老婆不要走，就是配合我一下好不好？就配我马上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的，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现在你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男女朋友，就一下，我要就一下，好吧？就配合我一下，你别动，好吧？你别动，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好吧？我就说三个台词儿，因为我们现在有12万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你就配合我一下，好不好？别动啊！来，帮我拿一下这个 WiFi， 好吧？帮我拿一下，别按键啊！你帮我拿一下，然后别动啊！你站着别动，然后那个我要蹲一下啊！别动，我不会，别动，来，别动啊！我要抱着你的腿，媳妇儿能不能不离开我？我是爱你的，媳妇儿能不能不离开我？我爱你。媳妇儿，没反应呢，你应该好来揍我两句啊，好来说我两句啊，你应该说什么？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跟你谈恋爱已经有2-3年了，然后后来你觉得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咱们俩不合适，然后你说分手吧，然后我说媳妇儿，咱们能不能不分手？如果是遇到你的话，这种干，你把他给踹了，这种场景你应该怎么做？转身就走呀。转身就走吗？关键是我是这样的，蹲下来，关键我是这样抱着你大腿的呀。那打吗？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这个远景重现，好吧？配合我一下，我再喊三声，你就怎么喊怎么来。哎，对，明白吗？就没关系，没把包拿给闺蜜，帮我拿一下啊，帮我拿一下。有点不敢。没就来，蹲下来啊，远景重现啊，老婆，媳妇，能不能不要走？我是爱你的，是吧？没事。哎呀，我天哪，这回真用力了，我操，这不真的了，没有，挺开心的，挺开心，没有，就特别好玩。我跟你讲，其实我还是感谢你的跟我的配合，谢谢你，祝你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快乐。然后那个什么吧，我跟你合个影，好吧？好吗？合个影，然后其实做我3秒钟的女朋友吧，我抱着你拍张照，好不好？3秒钟。拍什么照？就拍一个公主抱的照片，3秒钟，好吧？3秒钟，什么抱啊？公主抱，3秒钟，没事。穿了裤子没？穿了裤子，那穿裙子就不方便了啊。帮我拿一下，给我吧，就3秒钟。来，别动，来，翻过来，来个比个耶的表情，比个耶，快点，就结束了。结束了，来，三个，啊，祝你节日快乐，不啦。好吗？谢谢，再见。